两位大帝，已经展开了啊、哦，那我们准备了啊，波斯菊啊、小油菊、百日草，还有向日葵，还有我们的一个清香，哦，打造成五大个花区，也有十大座的装置艺术来呈现。那我们在奇美花区、杏花区、茶亭花区，还有湖畔花区，还有德兴啊花区。那我们有五大花区，在美浓湖也布置了夜间的装置艺术，把美浓湖畔装置成一个闪亮的一个夜晚。那我们白天可以赏花，夜间来美浓湖畔看我们的灯饰夜景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景点。那来美浓赏花的好朋友们也要记得我们的防疫措施啊，戴好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。那我们也为了感谢我们的防疫的医护人员，也制作了一个真心感谢的图腾，在我们的奇美山宫前面也做了一个彩虹桥啊，来可以俯览我们真心感谢的一个图腾。那春节期间我们展览到2月28号期间有春节，有情人节，欢迎大家来美浓。美浓的花海哦，真开始哦，有凤开花期，有我哋咧幸福花期、奇美花期、茶亭花期、湖畔花期、跟德兴花期，有装，跟咧装置艺术，咧花期花开，花木雕，爱心哦。